喊话一声。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请借你们的右手，请举起来。来，举起来哦，摸着你的裤裆。看有没有尿尿？有没有看到尿尿？没有啊。好，家长，家长，好。好，来，小朋友不要站起来，请你们仔细看现在的米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膨胀了，是不是变大颗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煮过的哦地方。那接着梅爷爷要把刚才我们那四种东西哦，今天对最主要的叔叔哦，今天要请你们吃的口味是海苔。你哪在？哦，你哪厉害？叫你看到。来，这个今天吴叔叔今天就是要帮你准备海苔口味。为什么？叔叔哦，其实觉得小朋友要多吃一点那种海苔，对你们营养也比较健康。上次叔叔吃过哦，原味的，原味是甜甜的。海苔它是什么口味？咸咸甜甜的，超好吃的。哦，好，接着会有，等一下会有更好吃的，等一下我要让你们看，等一下你们就看着流口水就好了，等一下会有更好吃的。哦，来，仔细，各位小朋友仔细看哦，麦芽糖、砂糖、油跟水，你看哦，好，把倒进来喽，我看到，哦，这时候的米汤哦，它会像热滚滚，它滚，那会动哦。接下来因为遇到冷空气，麦芽糖会凝固，现在盐爷爷要拿出他的搅拌器，快速的搅拌、啊、要快速的搅拌哦，搅拌器快速的搅拌、啊、那如果要快速的搅拌，到时候有一块甜一块不甜，甜的给吴叔叔吃，不甜的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不然好吗？能闻到海苔的香味，能闻到？有哦。来，等一下哦，请你们仔细看。来，至于两天看吃。
也不会被淋到，而且这个姿势哦，为什么？有没有知道？